原谅是宽容，放下是智慧，承担是能量，转身是光明。原谅他人是一种心灵的宽容，意味着放下对过去错误的执着，让自己和他人都能获得解脱。懂得放下可以使人心灵自由，更好地面对未来。承担责任和后果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表现，这种能量推动个人成长，增强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。转身意味着离开过去的困扰，迎接新的开始和希望，这是一种勇气，能带来新的机遇和积极的变化。人们内心的成长与解放会通过宽容、智慧、责任感和转变来实现。如果你是大海，不在乎那条船；如果你是小湖，容不下那只舟。善记爱心同事慕寒与您分享拿督斯里卓顺发太平绅士的著作《